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妈 TV， 我是艾比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动作是桥式。先将我们的身体躺在地面上，然后双脚屈膝，脚跟放在你的膝盖下方。好，缓缓的吐气的时候，我们把腰放回到地板上，慢慢的把臀部提起，腰椎提起，然后慢慢的延伸你的颈椎，停留在这边。好，停留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大腿的前后以及臀部的肌肉以及我们的竖脊肌群。那我可以停留在这边稳定的不动，是因为也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，所以对于妈妈在怀孕当中呢，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我们缓缓的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下来，慢慢身体一节一节的经过我们的胸椎、腰椎、尾骨，放到地面上。所以孕期当中，如果妈妈有耻骨联合比较痛的感觉的妈妈呢，在每天晚上呢睡觉前就可以稍微做一下这个动作，让宝宝的重量往我们移动，那避免放松，我们就整个放松我们下半身以及我们耻骨联合的压力。好，最后慢慢再放松下来。好，以上就是桥式的运动。